分教你伫倒。可是这样，我觉得分教不会在这边呢。应该有可能在这上面，右边会有东西吗？啊，他把这个围起来了，我也过不去吧。哎，它围起来为什么没有画界线？那个在地图上画，知道这样很难办事吗？啊？那我要去岛上。我觉得我这个岛很多东西都没有拿到。Freyr's temple. The ring is just as beautiful as I'd remembered. Freyr. A Vanir god. Freyr's brother, actually. Freyr has a long history with the elves. One of the few gods welcome here. There's a lot of 婚教会在停在这种奇葩地方。找婚教真的是一个麻烦事。哎，又要进去这个复杂的洞穴。Boy。寻找佛雷，应该是光明之王。婚教嘞。不可能。No, Atreus. The Dark Elves may have scattered for now, but some other will rise to lead them, and they will surely attack again. Freydia does right, son.
干，所以我还要搬那颗石头下去哦。不然我要怎么进去里面？那我怎么下去的？扛回去，扛回去。是这个吗？我先上去看一下，我有点忘记了。是啊。那我怎么上去啊？欸？所以现在我是进不去的状态，是不是？垃圾游戏，竟然不让人进去。这里也没有传送门。为什么他不让你进去店里面啊？Atreus, follow me. 欸，我记得是这个可以用了。对啊，那边有一个升降梯，不是吗？几掰了吧？所以不能走了。
不能过了，只能撤退啊。那边不是有一个升降梯吗？现在是不能给他弄了。还是哪边有东西可以用？还是要在这里开啊。We're going back into the trench again, sir. 这可以干嘛？我忘记了。哦，下去下面的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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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Never knew this was here. 哎呦。You two make quite a formidable duo. Very good. This 这个地方其实我觉得它这样破破的蛮漂亮的。就是有一种破鸡巴，还有传奇宝箱两个，奥丁鸭还有一只啊。我要打乌鸦。昏叫嘞。先走这里好了。
这个要解啊。这地方应该解完了。那个要怎么弄啊？对，解了。软钢，嗯，好黑啊。好黑啊。这个密室没问题吧？没，嗯，可以。嗯，这是我们刚刚来走进来的吗？哎，不是哎。哪里有婚轿啊？这个门出来，我们先下去看一下。我是上去啊。三天喽，哦，是这样子哦。抱歉，我之前走出来的门错了。倒退路。
sure what you're doing. 干他抢他吧！我是唔知你咧创啊小啦。那这样昏教会在哪里啊？好像也只有这条路。干，我怎么去？又迷路了。没有地方去了吗？我的天！没有地方去了吗？啊，我知道了。那个下沉了，不过都没看到乌鸦。这里有乌鸦的话，你就真的很不道德咯。在这地方放乌鸦，长菜花，菜花密室。昏教，从那边来。不对啊，
这怎么也是个密室啊？我怎么记得这里可以走？在那边给我藏。这是什么？破碎型。还是这边也有联动机关，没看到啊。没有啊。所以这里就是个密室就对了。这样我没有路了欸。没道理啊。这个是完全密室啦。这颗石头也搬得起来，可以。不是这个吧？
欸，那边有蜜。好，我先放那边好了。奇怪，这样要去哪里啊？有什么作用吗？看起来没有，搬回去啊！干老爸搬运工啊！那这里有需要用到吗？没有啊，这里完全少啦，干消杂包。那里完全就是个密室啊。这里已经没路了呢。但我已经找不到路走了。哇，烦欸。能回去，就这样子，已经无法再走了。靠，记得可以的。那地方不能再过去了吗？可以呀。哎呀，刚刚在耍什么憨逼呀？
那婚轿呢？哇，这个地方要找婚轿，真的太大了吧！要怎么找婚轿？天啊，靠腰，这里也不对啊。这个地方就是很诡异。不对，那边已经走过了。这颗放这里是对的。他只是那一个凹槽，只是放宝拿宝箱而已。那这样奥丁之眼在哪？大名鼎鼎的婚轿在哪？喂，这是从这里下去。
那是刚刚那边。哇，这在喷火花哎！完全没看到乌鸦哎！干，我还只能从那边回去，没有船。太抠了吧！太可怜了吧，从这里走，哇，够可怜的。还要自己走原路回去了。